乐乐，我对不起大家，我快不行了。谢谢你们对我的照顾和包容。乐乐，你在说什么？我都走不动了。那你煽情个屁呀、啊！可我确实饿了嘛。乐乐。乐乐，不要乱跑啊，乐乐。糟了，洞口关闭了。这里好恶心啊。喂，乐乐向前面走去了，快追上他。乐乐，不要乱跑啊，乐乐。这是哪儿？吃的呢？这里氧气很浓郁，与其说是胃里，还不如说是真的山洞。会吃人的山洞，《山海经》世界真的是无奇不有啊！啊，那不就是没东西吃了吗？我不要啊！不要你个头！每次都乱跑，所以才经常掉进洞里。切，你不也在洞里？那是为了救你，好不好？现在当务之急是想办法出去吧。嘿嘿，我可是找出口的小能手，交给我。去！哇，你们快过来看！看到就好了。佳怡，丁佳怡吗？我记得她就是你在学校的同桌吧？嗯，她最喜欢花花草草了。以前她天天拉着我帮她给班里的盆栽浇水呢。唉，现在想起来都像是好几百年前的事了。你可以摘一朵回去，等我们回到人类世界再拿给她看。嗯。老大，司徒乐他那个傻瓜自己跑去。你干嘛？老大，我看电视上感冒都这样做的，好得快。哎呀，你那个是发烧用的方法。来，老大，这是我特制的中药，保证喝下去药到病除。你这样不行，你这样才不行，我来。听我的，听我的。必将启动。这独特的能力谁也不能阻挡，司徒乐，你也不能。这些花儿好好玩呀。乐乐，别闹了，我们还是快找出口吧，待久了
说不定就永远出不去了。啊！虽说是有趣的山洞，不过这里还是挺阴森恐怖的，而且还挺适合埋伏。万一天王来了，我们也不知道哪里有出口，到时怎么逃也不知道呢，对吧，赤焰？喂，赤焰，小心！你们怎么不动啊？玩默剧吗？喂，赤焰，你们到底看到什么呀？指着前面干嘛？难道？吓死我了！我都掉山洞里了，还来打我？这天王是真的敬业。哎，我们怎么了？好像看到什么东西后，突然没了意识。你们是看到了他？哇！差点把宋佳怡的花给切掉了！你这个混蛋！乐乐，快变身，不然在这陌生的环境下拖得越久，对我们越是不利。好，钢铁飞龙，神兽武装。什么？我还在帝江程序里加入了爱心模式，怎么样，老大，萌吗？天才的发明也不过如此嘛。嘿，这是要跳舞助兴吗？我怎么读不了了？好痛！我能动了。看见他就动不了，这要怎么打嘛？有了。我猜的果然没错，既然看到他就动不了，那看不到就没事了。你
你以为一片黑我就找不到你了吗？啊，完了！这次天网的怪兽傻了点儿，不然我就完蛋了。你才傻呢，都怪你们。不好了，老大，您一定是太累了，温度急速飙升，快治疗老大。生病了就要马上休息，我们把老大带去卧室休息吧。你还不起来找出口？难道真等着天网过来打你啊？还真就跟你说对了，我们就留在这里，哪也不去了。啊？说好的摘花回去给丁佳怡看的呢？根据过往的经验来看，天网一定会带升级后的怪兽来打我。这到了外面，可未必有这么有利的环境可以打那只怪呢。嘿嘿嘿嘿。所以呀，你们也别忙活了，等天王自己送上门来，让我们再打败再出去也不迟啊。混蛋，居然看不起我们老大。我们老大是最强的，最聪明的，最帅的，也是最笨的。叫你们说我。不错不错，这次地江的控制能力升级得很成功啊。司徒乐，你们等着我让我打吗？我就满足你这个要求。小星，你好像白萝卜。喂，饿晕了吗？不是说在这里等着天网让你来打吗？可是我哪想到这里啥吃的都没有啊！我错了还不行吗？我们快出去了，再这样下去，还没等天网来，我就已经饿死在这里了。想出去也不是不可以的。啊，有什么办法？这不就是我上次不小心陷进去的洞吗？被怪兽消灭。就不知道吸取些教训了。乐乐，你用力往下踩吧。我的脚有那么臭吗？乐乐，我们昨天发现这片花海有很多这种洞，而且这些洞都特别敏感。我们猜，这有可能是这座山最脆弱的地方。如果我们集中攻击这些洞的话，难道这座山有可能会因为反胃把我们吐出去吗？对，就是这样。
还是你们有办法。哎，我们快点试试吧。进来打你了！哎，放我出来！我们出来了！可恶，哪来的兵将，弄得我一身都是。不过不要紧，斯图勒，我现在就要解决你。天王，放我出来！出来啦！乐乐，神兽绝如，机甲召唤。同样的招式对我没有用的。你混蛋！我斯图勒是天王的手下败将。在说什么傻话呢？我斯图勒是天王的手下败将。乐乐，怎么了？不知道。难道是帝将的新能力？我最最崇拜天王大人。我最最崇拜天王大人。啊，崇拜个鬼呀！我在说什么呀？哎呦，原来斯图勒也喜欢老大呀。那我们以后不就多一个人服侍老大了吗？不，我才是老大的第一助理。不。哦，是我，是我，是我！司徒乐，你也有今天呐！机会来了，亮度减弱，他看不到我，就控制不了我了。啊，不带这么玩的呀！别想趁黑溜，这次我可做足了完全准备。看你以后还敢不敢那么嚣张。受死吧，斯图勒。闪光模式启动。啊，又来这招，你才不带这么玩的吧。啊，能动了，太好了，差点就失手了。挡住自己没用，挡住你就有用了吧。
殿下，你无法逃了，接招吧！就你放话说，要等天网送上门来让你打败，刚刚差点我们就玩完了。哎呀，这次我们顺利离开山的卫，还打败了天网，有皆大欢喜呀！别那么斤斤计较嘛。不过，天网的机甲越来越厉害，我们以后必须要更加小心才行。嗯，没错。哎，杜泽，但不是我想的呀。嗯，哈哈哈哈！你们还笑我？看你们的肚子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我要回去告诉 J 博士和小雪才行啊！闭嘴，不许说！我回来了，老大。啊？啊？什么声音啊？别磨蹭了，他晕了，快把他抬到房间去。